我叫王涛，俺住固始县，在这个固始县最著名的两巷子干了一个鹅块店，跟着我母亲一块。我姓黄，叫黄家秀，我今年67岁，我干了100届。早上买的鹅筷子，有鹅扎，有鹅肠，有鹅嘴，有鹅爪，它都是冷块卖的，都是5块钱一块。鹅血正常吃不要钱。看鹅块就是把鹅给煮出来，用的汁浇它们，就得焊。鹅块就吃凉的，这焊鹅块，焊鹅块，知道吧？固始人爱吃鹅，鹅汤也叫固始。妈妈，在我的眼里，没有一只鹅能活着走出固始。我们是固始人，漂不漂亮？耶！喝配喝，好玩吧？固始的鹅块，漂吧。不用添加其他的佐料，我煮出来都是百味。小时候很少吃鹅块，就我家自己家卖鹅块都没吃，家里穷，那一块2毛钱，那时候2毛钱吃上现在200块钱，小时候没吃过。为什么切这么大块呀、啊？5块钱一块不给不给你切大行吗？我最爱吃肥的，棒子。最早的时候就端个盆就去了，后来是挑挑子，再后来就现在就跟最近就10多年都是三轮菜了。我母亲年纪也大了，她也挑不动了。吃去。最主要的一点，鹅块是不能下火锅煮的，哪怕是冬天吃鹅块都是吃凉的。豆筋和青菜和鹅血在火锅里煮，加上那个我们熬制的那个凉卤，就是老味的。为什么要吃米饭配着鹅块啊？早上饿啊！吃这个鹅块，要喝点小酒才 OK。
哥，你可以喝几杯啊？两杯。汉鹅块是必须要浇汁的，浇完汁，然后这整个鹅才能出到它的灵魂。它用的就是鹅油，它不能用其他的油。辣椒和姜的用量，正常的四倍。十点。职业病，身上疼，身上浑身都疼。赚钱给孙子吗？上学呀，买衣裳，买衣服啊，吃啊，那个小学生住校啊，多大钱呢？我有两个孩子，大的今年十九岁。今天上大学上大一，小孩子13岁上初一，他有他自己的朋友圈，他要花钱的，我直接感觉压力大了。所以说前两天他们还说了，你看我头发都白了，头发白的比妈妈还多。妈妈头发染了。妈妈现在也辛苦啊，肯定辛苦啊，他现在将近70岁的人了，还是那么起早贪黑的帮我忙。也开心的，人多呀，都是熟人，人多叙叙话呀，开心呢，一半做生意，一半开心呢。